加嘞，加者。各位同亲，大家好，好。祝欢迎大家来参加咱的团队。我发现就讲，愈来的人拢愈少年，因为第一摆咱第一届虽然设备各方面拢无像现在这个情形，但是迄阵拢大家干那凭着一个讲咱的法律，认为这是正确的，大家来参加。拢是年龄较大一数啊，我是第一届啦。足感谢大家吼来参加啦吼。我首先自我介绍，因为这个时阵讲这个问题啦，大家一定讲我这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可能较会无虾米兴趣啦。我要颠倒讲，所谓颠倒讲啦，甲实例讲到头前，才确实来探讨这个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我要安尼来说明，吼、哦、我本身伫台中新光乡出世，新光乡就是鹿印头掉下来的地方啦。鹿印头可能大家较无啥知影吼，较早讲。在那个马来西亚一个华侨要来台湾投资多少坐发电机船在那出来在台中头要到二十年啦，过来就都在台北，台北差不多二十晚五六年啦，这边我做兵做了，我真爽快。大学毕业，我咧想讲，我若抽到金门我要摕寡书摕寡册来金门。两年转来高考，要来改考，迄阵心肝安尼，哪会无闲我去金门公家派的代理站，迄阵啊叫做经管区啦，去经管区报道啦，经管区去报道讲台北县团管区啦，我去讲，去报道了后才了解讲，我是预备军官啦，这一个啦，其他拢是老乌啊啦。我去讲我是啥，编制讲三条半的啦，实在我才一条半的，讲三条半的啦。寝室伫边啊啦，你讲上下班啦，但是有一个。
金官请示啦，已婚啦，金官请示甲士官请示，啊，我伫金官请示，干那我是义官尔，啊，伫遐办公文啦，后备部队召集啦，哦，我讲读大学，啊，搁做兵，哦，啊，我迄阵啊，都。欸，啊，盈盈啊，无啥物代志，暗时阁看到机会讲，哇，来政大，暗时阁伫遐读六个月，我六个月所读的就是啊，成本啊，会计的研讨啦，好、哦，类似安尼，啊，阁拄啊。有机会在学校工作，一直甲我过去国外，啊去国外啦，我差不多在国外阁待十六年，大家甲加加咧，看几岁啊？啊边啊咧选总统，等来投票，啊怎啊？一个机会，二修大法叫我讲回来，啊，大家要阁了解我较清楚的，去上 Google、Yahoo 的网站，甲拍张文燕，但是阮这我菜市仔名吼。我袂少人吼，但是你甲讲张文燕教授会去看到我，哦，我一张照片啊，甲我的著作，甲我的迄个经历，拢写伫遐，哦，啊，我本身拢伤的啦，安怎拢伤的？迄阵啊，初伤啦，高伤啦。过去改考大学，几乎咱迄阵也是无想要考大学啊。啊，阮老母啊，讲啊，唔去啊，去考大学，去预备军官做兵，较袂遐艰苦。啊，确实，我做兵足看我咧，含教育召集，入去先讲呢。伫团的人事单位啦，敢若食饱咧顺声，各连的看倒一个单位摒清去扫涂骹，看倒一个做较好啦，安尼尔。所以做兵，我嘛足看我咧，啊，这是甲大家讲。过来，我去读啊大学，我所学习的是工商管理系啦。啊，工商管理系，拄啊有一挂同学讲，啊，咱读出来，哪会来考？许多人都有意思，都要去考国考啊。讲国招啊去读，去修这个审计学。来考这个会计师，啊那来，我一个同学讲啊，咱来，伊也考到，我也考到，啊，所以这拢是啥？拢是，所以我要讲这，就甲大家讲，恁是四十二期的同班同学啦，同学啦，帮助自己啊，力量相当的大。阮同学啊，莫讲各招啊去读，过来别个学校又回计系啊来修，暗时啊，佫走去修审计学啦。啊，到即马我毋只讲，我七十几岁啊，我签字是算数的呢，我的签字是咱。
现在流亡政府的各单位有我的签字的例证的，所以啊，要甲大家讲，同班同学呀、啊，啊，足点个，我也感谢阮同班同学招我去，搁去读心计去，啊，即嘛，所以我伫学术界内底啦，因为研究所是啊，上限一年啊，就是算讲我所读的是商业啊，商学院的商学啊管理所，啊，过来过去进修这个啊会计研究所。啊、所以现在啦，甲大家探讨的啦，都、就是拢会计的问题啦。啊，讲到这，大家咧思考讲，会计有重要无？咱第一期开到现在，我若有伫台湾，一定开这个科目。是安怎？足重要，足重要啦！甲你后摆要执行，要来做一个公务人员，拢爱了解。你若无了解，你后摆啊，说不定就会拖来拍卡床。咱安尼讲，咱。两个贪污枪毙嘛，大家知影无？过来就是安怎犯法、拍卡床嘛，所以这大家拢爱去了解，吼、哦、啊！咱即马就要来进入咱的主题，哦啊，头啊，这拢是开场白啦，吼、哦、啊。大家认识我，啊，大家较少年的，有的带电脑来，你甲拍落去，你就会看到我的资料吼。啊，咱即马来照，我以前甲大家啊，各期啦，每一期啦，拢甲这个啦，啊，没有。未遵循吼，无、哦、遵循这个会计制度的案例啊，是客伫上尾啊。我即马甲掠到头啊来讲，要予大家较有兴趣的，莫讲大家看到这讲会计制度都无兴趣啊啊，所以咱先予大家知影讲，无遵守这个会计制度啦，是足严重的代志啊。哦，咱要来进入这个问题。咱来看第一个案例，六三三，大家想看卖咧？六三三这个案件是安怎发生的？主要一个，这是大官呢。我哪讲大官？因为我有伫国外待过，我知影。我若要去办代志啊，伊这叫做总领事馆啊。若有建交，有建交的国家，伊讲总领事馆啊。啊，若无建交的啊，伊都啊，即嘛叫做台北。什么叫做台北？流亡政府是啊，流亡政府是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啦，所以这是讲台北。伊这就是流亡政府的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啦，迄是总领事馆呢。总领事馆要外派以前，拢甲总
入去总统府甲总统翕相照出来。然后伫外国大街人举手看的，有去总领事馆过无？那入去总领事馆的伊迄间的办公室，伊咧办公的所在，拢甲总统翕相啦，照出来啦。安尼有大无？足大咧呢！伊有佣人呢，伊有迄个叫做甲煮饭的，迄拢是公费的。啊，有好算讲伊的总领事馆的办公室，甲伊的官邸呢？伊要请外国人，拢会使叫来伊的官邸来请，啊，开咱政府的钱呢？啊，遐大的官会去，嘿，这个去何啥？美国联邦调查啊局啊，啊 FBI 啊，甲抓去。甲你阿去，什么代志啊？这实在讲吼，足小的代志，做甲遐大，一定有悔过，一定一个啊，驻外啊，驻外单位驻伫外口的单位啊，一定有一个悔过制度，啊，我有悔过，叫下骹手的去辅导好啊，去遐领钱都好啊。啊，就伊就爱家己去付钱啊，钱去甲出纳的摕摕咧，啊，伊才来互付哦，这个费用，安尼就安怎违反啊？啥物？会计制度嘛，安尼大家清楚无？大家伫公司咧上班。薪水较早拢是出纳啊，会计开传票出来啊，互遮个主管转转咧，啊，才互出纳领钱，领钱领来才做录啊，定定咧啊。初一啊，是讲三十一日啊，是讲二五有诶发薪水无共款，初五啊，着薪水第啊，大家来转因啊。啊，提转去，这就是制度啊！有遵照这个制度无？发钱的人是发钱啊！哪一个？这里讲咧，讲总经理咧发钱啦，安尼干掉。你若照讲，头家咧发钱啦，安尼干掉。拢唔对嘛，啊，这就是安怎？伊讲我是啊，处长呢，即内底即个厝的我上大呢。啊，甲出纳讲，钱来，啊，这个啊，费用的钱向我来付。这都违背了什么？会计制度啊！安尼大家唔知道。有了解无？啊！你看看这个案例，外闹开的呢？这实在，安尼有闹开无？这不是我咧编故事的，这是例呢，实在的例呢。安尼你看。啊，这是啥？吼、哦，啊，这是啥？脚镣呢？迄脚铐呢？安怎讲？迄阵啊，安怎讲？迄阵啊，讲认罪协商。迄阵啊，讲认罪协商，啊，我钱赔赔嘞，啊，我迄个
阮有外交豁免权。有咧看报纸的人，有清楚看到这两句无？讲外，咱外交部讲迄外交豁免权，认罪协商，无爱互你开那个公听会。伊讲好啦好啦，先抓入来关才讲。啊，这就是安尼啊。啊，咱台湾人民拢无觉醒。拢骗甲五五五，啊！这毋是我家己做出来，大家足清楚。安尼对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有兴趣啊无啊？安尼足清楚，吼！大家讲，伊安那内部控制无好嘛？啊，无照会计制度的生的程序吼，伊迄个先处啊，来咧发钱嘛。讲我注定啊，这个我请啊，我来行我提来给伊就好啊，啊免你出力来插手。啊，反正伊唔知搞到偌济咧，吼、哦，这大家去思考啦吼。哦啊，这样呢？你知道？那你照讲吼，公文书，什么叫做公文书？你大家应该了解嘛，吼。伊要请这个人，公文书一定写讲，甲请偌济，啊，唔则入来，啊，入来了后，去甲外交部报销的时，就爱开这个钱啊，啊，等下。欸，无什么代志呢，关两个外月了后，到尾我又转来无什么代志呢。到即摆反正也伫外交部咧上班啊，无一定哦。这是甲大家讲，实际上啊，好、哦，这啊，大家好清楚吼。哦好来，搁讲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啊，这我是咱名人嘛吼。我应该讲，因的制度应该是真好，无可能。有这个弊案的情形才对，内部的控制应该那是真好。啊，咱对，因为伊认定讲啊，伊是董事长的秘书啊，所以啊，下骹手的啊，会交这费啊，啊，就交予秘书去处理啦。实际上，甲会计制度闹违背，先提上啦。一个公司的制度，采购的都爱去买物件。啊，即马哦，伊要买啥？啊，讲啊，秘书较知影啦，啊，互秘书去买啊，钱怎啊，互秘书去处理就好啊。这都是我也袂使哩。咱民政府以后执政的时，你是负责采购的，你就爱有这个责任啊！你爱去做比价，去啊了解讲咱一科。要做两颗用，来大家有诶讲，咱出去外口咧宣传诶时，有诶讲，哪有可能？
少年人，无论查甫查某，秘书长交代，18岁以上，若无厝啊，一个人要送伊什么？一间厝。只个来上课，咱只个同事嘛，大家拢爱听着呢。秘书长的交代一定要完成，你要有责任。所以，你若负责这个部门，你就要家己想讲，咱要安怎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一颗要做2颗用啦。现在啊，你望政府啦，那10颗可能是最上。做的工程啦，什么啊？可能才3-5块尔啦，其他的拢是啥？拢是啊，奥利博济啦，看遐会滴安怎歪歪了了啦。所以，咱有可能无？一定有可能。18岁以上的查甫查某啊，若无厝，好、哦，当然这是大家拢有听到，咱是帮助啊，咱完成这个啊，成功把流氓政府赶走，咱来。执政，同心来执政的时，大家拢爱有这个目标来完成。所以各方面啊，省起来的钱，各方面啊，咱的啊做的代志，一定爱完成。安尼来上课，唔只有这个意义，大家讲对唔对啊？大家讲对吼，拢有责任吼。秘书长所交代的代志，后来咱过来讲，一切拢啊贵啊啊！你看，你看一切吼，加签名啦，啊加炸领啦吼，啊这拢啊贵啊千万的吼。咱即摆过来看。这个管理内部控制好啊，吼！这间公司应该真好，但是呢，出大事呢。我要讲到这吼，我咧做下主任的时啊，我有邀请台塑总经理室啊。杨兆麟主任来演讲，伊来演讲安怎呢？讲带4个来啦。我是讲，我甲请你，你带4个来，佫关一卡卡网呢？讲，这个是阮董事长拢会送外宾的啦，佫来送我啦。我实在足甘心，咱。请管理这方面，我迄阵啊做气管系的主任啦，啊，气管做了足好，管理做了足好的台塑上好啊，啊，请因的管理的总经理室的主任来跟咱演讲一下，啊，伊叫4个来啦，叫啥？讲这个咧讲啊，财务的啦。啊，这个咧讲啊，迄、那个品管的啦，生管的啦，吼、哦，啊，这个讲行销的啦，人事的啦，到尾啊，讲煞啦，我甲讲安怎，伊安怎甲我讲，讲你是咧甲阮训练，阮的。职员呢？阮要用的人拢恁校的毕业生呢？哦，我才恍然大悟啦，因为
阮是国立学校嘛，啊，阮训练出来台数要用嘛，伊煞颠倒咧甲感谢啦，讲我即摆我来训练阮未来阮的同事咧，所以遐好诶工厂啊出代志。所以咱去想看卖，会计制度的执行甲内部的控制的管理是相当重要。啊，伊这是安怎？可能早期有诶啦，咱本土台湾人，伫一个单位咧上班，讲。先生甲太太共所在咧上班，伊就讲叫恁讲，恁两个一个爱辞职，有啊无？那有做过公务人员的人，这也拢足清楚。啊，因这话就去烦恼啥物？你吼相处的这个代志，啊，人民讲啊，这细节无啥要紧啦。是制上啊，制度就是制度，袂使讲啊，这啊无共单位啊，啊无啥要紧啦，啊摆拢会出代志，吼、哦，这哪咧吼，大家做参考啦吼、哦，因为伊主要有这个要做啥？销售价格吼，销售价值的这个权利的决定权，啊来提这个回扣啦，吼、哦，这就是采工人员，啊是咧卖物件，听讲你即马有这个权利，你就爱大家特别注意啊，后摆啊你若犯错。无就是贪污枪毙嘛，啊无就鞭刑嘛。咱大家爱心内记咧，一定袂使做出啊有这个行为。所以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是相当咱以后。在执政的时候，咱的每一个执政的动心，要去深深去体会，这些钱拢是人民的血汗钱啊，交税出来，啊来互你执行来用。所以 DCI 会记得哦，袂使有这个贪念啦。最近的案件，林义士，伊拢爱去上头讲讲，伊拢收美金啦。啊，佫刷落，因迄、那个。消防署啊，拢咧收啥？收黄金啊呢？一个收美金，一个收黄金，这拢是啥？走路的现象呢？较早，中国遐个难民走来台湾的时，因阿拢带讲啥？带黄金过来呢？因阿安尼咧讲啊，啊，这拢是咧。准备走路啊啦，高层的呀、啊，拢足清楚吼、哦，啊，予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咱过来看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哈、啊，
过完。什么叫做过完？那一般高考、普考级的，敢有这个过完？过完是讲，啊，恁这个机关都有需要这些人，啊，高考甲普考派来都无够，啊，建议单位啊，啊，讲来用。这拢有关系的人，先要做公务人员的第一步啦。入去混一混，啊来再来讲内部升等考试啦，啊就可以做公务人员啦。啊看，这个有关系的人，啊，侵占，啊这个基金嘛。2600万，所以像这款呢，拢无安怎，无照这个会计啊制度啊，内部呐无控制，唔照啊，这么久的时间拢无查出来，到尾啊，才发觉讲我。啊，他们过完，甲你侵占2600万啦！我迄阵啊，无法度遮咧追讨，追讨遮找啊，遮讨转来偌济，37000。啊，遮个是拢啊，老百姓交的钱呢，有影足啊，可行。咱啊，高沙组的首长啊，的主席啊，啊，伊咧上课时，我拄啊有爬起啊，听一句啊，啊，雅虎啊，伊讲政策的错误比贪污的嘛。更厉害，对不对？更严重嘛，对不对？讲伊个政策个错误，啊，比贪污较严重。啊，这就是啊，我来安尼来讲，这就是因安怎？伊这个完是有关系人来嘛？啊，因关系人拢上。暗暗相好嘛，啊，当然，到尾啊，要去投，已经投袂转来，干那投到37000。好、哦，类似这个案子，因为我这都看到这个案子，这甲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拢有关系嘛。哦，啊，这那是啊。2012年4月7日的啊新闻报道啊，啊，这里是什么？啊，大家知影无？细汉的时，我伫国校讲，恁拢爱，国校学生啊，恁拢爱去买这个红十字，有一片讲插伫遮，讲哦，我们很光荣。我还出钱买有到呢，安尼啦。伊总会甲分会，哦，讲这个善款呢，真正实在足冤枉。咱要帮助啊一切灾害。会救人，伊家己安怎慢慢啊来啦，暗降啦。咱日本的朋友来甲咱遮，伊讲哦，足感谢吼，红十字会啦。伊都唔知影讲，你看卖咧，啊，日本啊，311的这个地震啦，因
暗感几拍？啊，65.7%啦，这是啥？无执行的呢，看冤枉无？哎，这不是我咧讲呢，这拢报道的呢，拢有根据的呢。所以，我要甲大家讲，这都足清楚，咱会爱去学习这个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伊这都是啥？制度无好嘛，啊，内部控制也无好嘛，啊，大家拢咪诶，做啥？人讲瞎了眼吼，啊，眯的啊，眼睛在做事，啊，咱无照，啊，这个是善款呢，阿爸真正人家吼有恶报啦。咱过来看这个案例吼，审计部讲。审计部大家了解在创什么嘛吼？咱国家的预算吼，啊，甲开销了后才送哦，这个审计部来。啊，审计部讲啊，未来5年啦，咱是常在高峰啦，咱财政啊继续恶化，吼，啊，潜藏的性的负债啊。十五条啦，吼、哦、啊！去年啊，干那今年了，2条啦，看实在，咱即马唔只大家。应讲足辛苦，啊！我嘛感谢大家，家己开钱过来遮上课，感谢大家。实在，大家嘛足艰苦，因为安怎政府杂礼物，啊，若无大家来上课，要阁拜托大家转去鼓励优秀的咱。本土台湾人拢来遮上课，予伊较早一天，甲咱流亡政府讲，美国军事政府啊，甲因带走台湾，啊，要带走去台，大家毋知了解无？知影举手看卖，啊，还有啊无？哈、啊！哦，感谢你有咧研究。伊即个咱即个同心公布啊，即个讲福建省啊，有一个平潭岛啦，个平潭岛啦，美国啊，甲因讲好啊啦，甲中国讲安尼啦，那伊。甲流亡政府赶走的时啊，无恁遐看有一块所在，互因居无啦。足早以前啊，美国政府我有甲菲律宾讲呢，迄阵啊是要叫孙立人来接这个军政府呢。啊，孙立人讲甲讲。中正啊，讲美国叫我来管理呢，要甲恁收收嘞呢。啊，因甲菲律宾政府拢讲好啊呢，要一寡互恁去带呢。啊，这个代志，迄拢实际上拢有记载，哦，拢有资料。
美国咧做代志，毋是无计划呢？伊若听讲，咱即马执政了后，因遮诶流亡政府、遮诶官员、流亡政府、遮诶难民要走诶代，中国讲恁遮诶人啊，袂使乌白走，来住到平潭岛啊。比台北大差不多1.2倍，台北市哈大1.2倍的所在要给恁住，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啦，唔只袂给你乌白走，那四处乱窜吼，到时啊，伫遐甲中国起革命吼，因也惊呢，所以讲会来来来，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啊那因。无要去金门妈祖的来平潭岛，这个消息应该大家去上网，少年的去上网去看平潭岛，对足清楚。啊，我和恁老爸也是和恁遐个做朋友啊，小阿甲因讲哩。啊，这拢是啥？美国一步一步安排啦。安尼大家唔知有清楚无？你看，这吼、哦、开后门啦，吼、哦，这嘿，哦。咱过来看吼，自日性的行销，哦，开啊违法的后门，啊，到租界长，都家己安尼做啊，啊，所以莫怪啊，咱所有的讲啊。马英九常咧讲啊，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最近大家吵架，拢啊无这个依法。实际上，会计制度那无法律无规定诶，那甲讲一致删除，袂使支出的。啊，即马阿伯啊。这个的主张，这个会使支出这个人，阿拜才来对行政责任啊。什么人讲会使付的，啊，就钱就甲分类，这拢爱做检讨，公平正义以后再来算账。哦，这个例子啦，吼、哦，这我让大家啊清楚。我看这个例，甲这个啊，这个例我看，甲这就来甲结束啦。咱来礼拜要来，安尼大家了解讲，会计制度甲这个内部控制，对咱执政的动心以后。的观念甲看法有重要无啊？安尼大家足清楚，所以讲第一届甲即马42届，啊，我呐伫台湾的时一定有去这个课，所以要予大家爱了解，啊，我爱清楚吼。我看咱。这就莫阁讲啊吼，咱先来讲，什么叫做会计制度？啊，即马回头啊吼，了解讲这个案例是真重要。啊，咱即马要来了解讲啊，什么叫做会计制度？会计制度是啥？公认的会计原则，啊，甲有啥物规定啊？法律呢？啊，无法律的根据，
啊，三个讲啊，九 A 啦，啊，多少 A 啦，要删除啦，有无？所以讲，拢是违法的。所以讲，一个会计制度，就是一般的会计原则，甲相关的法律的要求下，制定内部会计的循环哦。迄阵啊，633有照这个会计循环的作业啊无？无嘛，伊加安怎？钱加？甲出纳讲阿兄，我来分。啊，因为伊处长啊，处长要去提啊员工的薪水，讲伊要转来分。啊，这个出纳人员讲，那有诶开向啊，讲袂使哩，叫伊来遮领。安尼。对，安尼，伊讲好，你袂使哩，还无头路讲啊！你我处长啊，你唔听话啊！你把我款款好转去啊！实际上有困难啦，有一个时阵真正有困难啦。但是你要做，爱安怎讲？你知影？好，处长，你要领，写一个条啊！保护家己啦，安尼大家知影无？你若咧管会计啊，管出纳的啊，讲恁头顶的讲，这条钱要开，要爱甲报销，啊，这都袂使你啊，啊，袂使要安怎？你写一个条啊，讲你要安尼开，唔是我会计甲出纳的意思哦，你的意思啊。啊！阿伯查落来讲，我无代志啊，所以有当时啊，我伫遮咧上课啊，定定讲到安尼，真正若要判刑啊，阿边啊遐个费用若要判刑啊，审计部的人爱判刑，啊，主计部分来判刑。安怎判刑？因上清楚，会计到尾啊拢无代志，啊审计也无代志，一年一年咧过，到尾才讲袂使哩。啊，犯罪才来抓。啊，等若照讲阿边啊讲，我毋是咧做会计，啊，我要用钱啊，就是我用这个钱来用啊，啊因也无甲讲袂使哩啊。安尼，因什么专业？专业的人，你爱家己有专业的意见。哦，这个爱予大家知啊，吼、哦。后来，咱依照会计法、会计制度啦，有这几项，予大家知影就好啦。时间上的。关系啦，吼、哦！啊，那爱我的 PowerPoint 哦，咱同心底下吼，我会使拜托咱同心吼、哦，你吼、哦、啊来讨我的 PowerPoint， 我拢哦公开哦，给大家吼、哦。啊，今晚过来讲政府的会计制度，一般讲。公司啦，现在政府哪有政府的会计制度？政府的会计制度是咧补助政府预算管理的工具啦，来各级政府来推行这个政务，甲控制这个资源，吼、哦、啊，按照这个规章法律啦，吼、哦。来做出来一套会计记录，啊，甲伊个报告个方法，甲处理个准则，袂使违背啦。哦，啊，这就是讲咱政府个会计制度，啊，这个预算个制度啦，
要达到到控制政府机关税入甲税出的目的，吼、哦，啊，甲符合迄个法令啊提供的决策的参考，要何啥？予面顶的人的参考啦。即嘛税收一个无，遐乌白开。花博啦，啊，大家各地方拢咧办宴会，吼、哦，钱乌白开，啊，所以收无钱，啊来，吃药店来甲你乱涨，吼、哦，啊，要甲人民来刮收一些。钱啊，无合法的，拢直直付，家己无去检讨。新加坡经济较歹一丝啊，因个公务人员讲啊，咱来减薪水，安尼唔只咧讲是实天，唔是啦，要阁追加，总统府的特别费，阁要阁追加1000万，啊，阁顶年也去追加去。老百姓拢无声音，点死死啦！啊，但唔知咧创啥。安尼是上好啦吼，赶紧啦，赶紧咱吼，那嘿，实在。好啦，安尼清楚啦吼。过来，这就是一般公职的会计原则。大家若有后生，也有查某囝，那是上行院的，你敢问，什么叫做一般公职的会计原则？你敢问，因都我会甲恁讲。好，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一个观念就好啦。你的小那叫 A 会计师来给你查小，甲叫 B 会计师来给你查小，会同款啊？未同款？未同款？是安怎未同款？因为就是一般的公认会计原则 ，A 会计师。人民讲，这个支出，伊甲用费用来开销；这个美会计师，甲这个支出啦，伊讲叫做买财产、买机械，叫做财产啦。那财产啊，都爱分期来安怎摊销啦，来折旧啦。所以，这两个会计师所查销的结果，因为依照一般的会计原则的判断，因的观念是安尼。所以，有的人也无了解。讲教授啊，伫学校咧考试算起来，做啥？出来题目算起来答案拢同款，啊，哪会我安尼讲啊？我即马就是讲，一般的会计公认的原则啊，迄阵啊出题的假设啊。拢甲你设定伫内底啊，拢甲你设定伫内底，唔是乎你迄个做判断。好，这点，好大家知影。啊，因为时间上的问题，我干那讲这个例，要代表十个原则。好，这个就是讲企业个体，就是讲企业的个体。你的钱甲公司的钱袂使拿落啦，你用的
你就家己去，家己的薪水摕来付啦，袂使讲啊，这公司讲啊，提好会计小姐讲，你就去甲报销。哦，这就是讲爱国体的原则啦吼。啊，其他继续经营啦，哦，这拢应该和大家做参考啦吼。会计期单期间，我来要稍微讲一下，因为会计期间呐，甲咱台湾还有上大的关系啦。啊，日本天皇伊实施啊，实施咱台湾也要做啊，纳入啊，甲纳入也要做。不可分割啊，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啊，是当时，这个时间是当时，大家知影无？1945年4月1日，因是日本的会计制度开始啦。哦，啊，这就是讲，有的会计制度是。美国一般拢是1月7日啦，甲12月3日啦，吼、哦、啊！日本是4月7日，啊，这大家我爱知影吼，就是安尼啦。啊，我头拄啊咧讲，这就是重要性啦。有诶讲，啊，我到公司做几啊亿，啊，即马买一个迄、那个用具啦，买来。才万二块尔，万二块，这个会计师讲啊，万二块，你都做几下亿，啊，都万二块做费用都甲开出去啊，今年做费用就开出来，啊，这个会计师讲，万二块，你的发票写设备，买什么什么设备，哦，设备就是啥？资产呢？啊，资产虽然万二块，你写设备袂使你哦，这个爱用5年来谈，啊，今年谈要按照一年谈，这都用啥资产啊嘛？吼、哦，这所以讲这个来判断呐、啊、吼，这类似安尼吼，让大家清楚安尼吼。啊，这点足重要吼、哦，成本加效益的原则。因为讲这点足重要，咱也是一个咱的成员，阿伯执政的时，大家若无这个观念啊，阿伯我看我会拍卡床，因为。这就是什么观念？我常咧讲，一块要做两块用啦，哦，一块要做两块用。啊，咱这个就是啥？成本甲效益。咱你袂使讲开5块收到的利益才3块尔，啊，这款会使做啊，袂使做，绝对袂使做嘛。啊，做落，阿伯啊！可能去拍卡村，哦，所以讲这点爱大家特别注意。啊，过咱迄个啊做啊公民啊权利法案内底啊有特别规定啦，咱要编这个预算的时啊，我按照伊的预本比小于一则不得执行啦，袂使执行哩。你那一块。啊！你这个利益才8角尔，成本开1块，啊，收到才8角尔，安尼敢会使哩？袂使哩？安怎才会使哩？但是这个一定要执行啊，无执行袂使哩啊！爱安怎？迄有诶，就是爱专案签报，安尼。清楚啊，吼、哦，这一定爱做，
哦，虽然迄个要做一本比小于一，有啥物理由哦？真两三时讲出来，好、哦，也是咱用啥物方法来做？现在无钱来用基金的方法来做，这就是叫做会计政策。哦啊，过来，咱即马吼的制度啊，政府的制度甲人民会计的制度的观念啊，慢慢啊吼，共款啦，拢是用啥权责发生的基础啦，啊来做。哦，咱即马啊个，已经2013年念的教案呢。啊，上市上贵的车啊，拢爱依照这个叫做啊国际财务啊报道的这个准则，叫做 IFRS， 会来这个财务来编这个报表，是要安尼，那也要安尼做，较早。医生，这个医生啊，过去外国，伊个是人种个不同，哦，人种无同款。啊，医生，咱啊伫飞机顶上，有当时啊讲，拄啊有一个病人倒落去，啊讲啊有医生哦，啊即马赶紧来赶急救。哦，啊，迄就是安怎，因为那是医生，咱人体个器官一切拢同款嘛。那会计，各国有定的因间的说法，甲因的准则无同款。啊，即马因为国际化，有诶要去美国上市，啊，着爱依照美国的啊迄、那个准则。啊，要去英国上市，啊，着爱去根据英国的准则来编，安尼足麻烦。即马世界定一个叫做 IFRS 的这个国际财务报道准则，拢依照这个准则编出来。你要去英国上市也好，要去美国上市也好，你要去欧盟上市也好，拢同样加小波提起，缓缓的啊，就去上市。安尼有方便无？当然，这是甲大家讲，慢慢啊，拢是咧国际标准啦，吼、哦，咧行国际标准啦，吼、哦。啊，讲到会计政策吼，感谢台中，不是台南市长赖清德，伊安怎讲？这给大家做参考哈。伊讲中央无钱，地方无钱，饮水的代志上重要。我要来借钱，把这个饮水解决。这就是啥？会计政策嘛。先把银行、台南市政府保证。付款、付钱，借钱先借出来。我为高速公路过吼，遐个乌窟啦，乌一个足大个窟啦，要好要淹大水，后摆有一个抽屉啦。那甲咱较早，咱拢读迄个外国，迄、那个中国个怎啊？洞庭湖吼，迄拢个啥调节啥物？迄、那个叫做洪水啦，调节迄个泛滥啦。啊，即马高速公路迄、那个永康，毋是永康，迄、那个即、這个第二个交流道吼，去伫遐好，等咧恶。吼、哦，我所以讲时间的关系吼，互大家了解。咱若咧执政，有需要爱做的，咱若用。会计政策来完成，安怎叫做会计政策？
咱秘书长甲咱交代，这乃是大家责任。伊讲发动两年内要完成什么？大家知影无？执政以后两年来，高速铁路要完成。啊，有钱无？嘿，都爱大家动脑筋。秘书长交代代志，爱记在心，大家动心爱甲完成。伊讲要发国际包，两年来就要完成。啊，时间过了足紧，吼、哦、啊，甲阿丽啊讲较济，啊，内部控制重要性啊，实在是足重要。安尼啊，过来限制咧，吼、哦、啊，互大家了解，吼、哦、啊，这就是咱的内部控制吼、哦。啊，因为时间上啊，啊我超过啊吼，啊超过一分啊，我报告到这，感谢大家。加起来，加嘞，休困。